沉默如梦偶，四周压迫压迫，坟墓里多难受。虽然很痛，泪虽然诅咒，每刻记得记得，没错了。内心布满暗影，仇恨恶毒欲望愤。壮志化做尘土，怨念弥补，狂风吹不倒，是恶好。每夜散落残影，血肉祭祀重生，让你步向痛苦，满身伤痕，眼眸里没情感，已抹去泪痕。欢迎收睇今集嘅灵异村啊！大家唔记得嘅话咧，就提翻大家先。之前揾个 Holly 上嚟咧，就讲关于佢住日本嗰间屋咧，就好多古灵精怪嘢，直情系濑咗嘢。咁样其实原来咧，今日请佢上嚟咧，因为佢有一个新嘅 topic。有今次咧讲完日本就讲台湾，但系原来上次佢有好多嘢漏咗未讲嘅，例如佢住嗰间屋咧，嗰啲电器有问题啦，仲有啲咩电话坏埋电话系啦，系啦。咁其实咧。个电话咧成日会收唔到，真系靠彩数咁样啦。咁最嬲就系有一次咧，因为我嗰阵时就会觉得最平嘅方法咧，就系买一啲深水埗买嗰啲叫做上网卡。咁就系啦，咁样就用晒四 G、三 G 咁买，用晒咧咁就。再換咧，其實係仲平過用 WiFi 蛋啊，各樣啦。咁我就隔嗰格，咁係最平最方便啦。咁咧，所以我就係買咗卡過去啦。但係點唔知點解咧，好快咧就已經成日，咦？點解張卡咁唔到嗰陣時都用曬你？係啦，我收唔到電話，但我用曬 data 係好神奇嘅。咁有一晚最神奇就我開咗張三 G 卡啦。咁嗰張卡咧就好得意嘅，你係撳翻 iPhone， 你會知道你啱啱過去嗰一日。會用咗幾多 data 嘅？咁最神奇就係咧，嗰晚我就係成日都收唔到噶啦，我已經乜都做唔到噶啦，只係最多 WhatsApp 都係text 嘅啫，連 send 相聲圖都好慢啊，接唔到啦，係啦，同埋有時真係連 send 個 WhatsApp 都 send 唔到咁啦，已經係唔知點解係嗰間屋收得好差，我以為點解呢間屋個網絡咁差咧？咁有一晚咧其中一張卡咧係可以 check data 嘅，咁我就好神奇啦，我以為張卡壞咗啦，因為我嗰晚就用唔到，唔係好用到嘅，就是、用 send 到嘅 WhatsApp， 連 YouTube 都睇唔到。咁好啦，咁第二日我以為張卡壞咗啦，第二日我就 check 翻。
我跟我朋友说，其实你那张卡没理由收不用不到的，你之前用都 OK 的一路。跟着你 check 下你是不是、玩些什么用了 data， 有什么可能用 data 都用不到。跟着我算了算了，我照按。就很多人怕我是一晚之内我是没了三 G 的。但我是用不到那张，即我是用不到那个电话的情况底下，我没了三 G， 我好嬲啊，钱来的嘛。喂，那张卡都不是很便宜，因為我其實我自己卡用了，我在香港買的那些很便宜的幾十元卡用了，我在日本買的那張卡呢，維翻我只差不多成200元的。破財擋災啦，他因為玩完你的 data 不得人搞你嘛，如果不是你還恐怖啊，他玩什麼去玩完你的 data， 我真的很生氣，平時他嚇我就算了，錢來的大佬，真的那刻有點吵的。幸好你不是帶攜帶大量現金就洗了你啊，哇，激死我。原來呢其實我是不明白為什麼他們跟電器啦，即我知道他們會影響電器、電池、所以有時燈會斬、那些我都可以理解的。即甚至乎有些朋友試過、我試過泰國酒店他會自己無緣無故轉台啦、那個、電視我都明白了，那他要看嘛。 Data 我真的不明白，他又沒有打機，我又看不到他們有打機，又不看到他們用什麼，又不看到他們有手機，他拿些 Data 來做什麼呢？我想請教他，你做一個鬼猴，他拿data做什么呢？这些都与时并进的，在他的年代他都有手机，都喜欢上网的。是不是烧了个 iPhone 下去给他呢，他的亲属？所以你部机就坏了，他就是用你部坏机咯。真的激死我。还有我部手机后来是直接坏到开不到机的。所以你换手机？是的，我换了手机，我立刻要在那里买个 Samsung 咯。哎，不是说 Misa， 那个牌子没有 sponsor 的。即 我是不喜欢用那些 Android 機的，但是因為那邊買的、生果機是要你知格式有些不同，或者有些不是你那邊千萬不要買生果機，因為那相機是不能解這個叱咤聲的，他們防那些癡漢影人群體呢。在日本呢買生果機呢，曾經有一些香港人呢因為周圍炒沒有機呢，有一期呢他們要買，想要買很威啦，日本版啦，日本版糟糕啦，原來呢個相機叱咤這一聲呢是不能關，所以你永遠去拍叱咤都有些有啲射粉俾人笑你，好射粉。其實唔止係呢樣啦，佢有啲格式，有啲人唔同，同埋要登記嘅。咁就所以我就冇買生果機，我就用普通。我要即刻去買個電話，佢搞到我，但係佢食曬我張 data 卡都唔緊要，佢要搞到我要喺嗰度求其買個新電話啦。咁仲係啲有啲射粉嘅電話啦。咁我係啦，咁所以變咗係其實好多不便嘅。咁所以其實呢啲嘢咧，除非如非你真係要做節目嘅話，或者真係唔見好過見嘅，咁啦。算啦，你都系唔理呢啲嘢噶啦，唔再翻屋啦，执嘢嘅人攞落楼下俾你啦，真系惨，系啊，好惨啊！好啦，喂，今日我知你带咗新话题上嚟啦，咁你头先咩讲翻，其实有续集啊呢件事，诶，有续集咩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做 facial 嘅事，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嗰、那个其实咧，我翻到嚟咧，呢件事真系缠绕咗好耐，咁我到翻咗嚟，我块面烂啦，咁我梗系要搵啲喺美容院工作嘅朋友帮我处理啦，咁我嗰个朋友就得意，佢有通灵嘅能力嘅，佢咧嗱，我真系唔叫做濑嘢濑得多。他是真的、他是超级敏感，还有成日跟这些东西做朋友的、即是那些是会玩他做朋友、他就会有通灵的能力啦，他呢就说不如这样，我帮你清一下能量啦，他同时间也会学一下一些 wee wong wong 的东西、他说不如这样，我跟你做个 facial， 我帮你按一下的时候，我帮你清一下能量啦，他用手去按的步骤、他清一下你的气场和能量啦，的时候呢他跟我清的时候他就合上眼摸住我手，佢我见到一啲蓝色嘅花，同埋一个相框咁样啦。跟住我话，我就呆咗，因为我嗰间我租俾我嘅时候咧，个墙咧即系有两幅画，系蓝色嘅花，有个框咁样，金色嘅框咁样啦。跟住我话系咪金色噶？系啊系啊系啊，个框系咪金色？系啊系啊。跟住我就即系怼咗上俾佢，你系咪讲呢个？系啊系啊，但系好神奇地，我系冇俾嗰间屋嘅相佢。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见到我间屋的内部影像，而他是说得出我有些什么间屋。他说在为什么他会特登去讲个蓝色的花呢，他说呢、他感应到在我这间屋那里，而那个那位朋友呢是灵体，属于被绑灵的一种，而是被困了在这个花的画里面。哦，即不是自杀。定系都系自殺咧？冇講，佢 feel 唔到佢系自殺，同埋佢會 feel 到係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嘅人。
因為自殺其實我隔離屋自殺啫嘛。我諗即係佢唔係嗰啲陪酒女郎喺嗰度租間屋自殺，佢係喺個好耐嘅。係啦，佢就話感應都係好耐嘅朋友，已經住咗揾咗好耐。佢唔係唔想走，佢走唔到啊。佢唔知點解，佢唔知點解佢離開唔到呢間屋啊。咁跟住之後咧，佢就話。跟住就同我喺度按嘅时候咧，我就瞓着咗。跟住我喺梦里面系糊嚟糊，好乱，好混乱，好多影像。但我净系唯一记得就系个长头发嘅女仔，同埋着白色长裙咁样啦。跟住我起身嘅时候咧，佢就同我讲，我都未同佢讲我发恶梦咁样啦。即系其实系发梦又唔算好惊，因为只系见佢冇吓我嘅。咁但系只系近得好近啫。咁但系我唔系好惊嘅，我反而今次系会觉得喺梦里面。是一種和解多少少啦，叫做跟住佢就我見到佢咧係一個長頭髮著白色衫嘅女仔嚟嘅喎，好後生嘅喎。跟住我就呆咗啦，因為我都未話俾佢聽我個夢裡面睇到啲乜，咁、佢就會睇到同我睇到同一個人，我就覺得哇有啲驚啊！成跟住佢話佢仲話我幫你同佢講咗數嘅啦，下次你翻去呢間屋嘅時候咧，你打一啲藍色或者紫色嘅花，跟住去去俾佢。俾佢，咁佢系啦，咁就系一个和解啦，系啦，话其实你我都同佢解释咗，你系冇恶意嘅，你只系咁啱租咗呢度，你路过嘅啫。咁你翻去咧，你就带记得送翻啲带翻啲花，让买个花樽，咁去供养下佢啦，叫做以示友好啦。咁样就我帮你讲掂数噶啦，拆掂咗噶啦呢镬嘢。咁件事就几惨啊！人生在世，你对住啲老板系咪先又要卑躬屈膝打份牛工？真系惨，系咪先？做佢搞到我电话坏咗，我买个新电话用晒啲 data， 咁我已经破咗财，帮佢做买花俾佢啊！呢件事哇，跟住系啦，你租间屋你又要俾钱，又要辛苦继续去工作，仲要供养埋只鬼，仲要同佢 say sorry 和解啦，做错做错啲咩啊？个问题你整坏咗我电话，我同你 say sorry， 哇，黑社会咁啊，真系真系惨，所以都系。唔理你噶啦，做人真系难啊，真系，唉。嗱，其实你只要唔翻去嗰个地方，你唔需要和解噶嘛，你叫人拎嘢落嚟咪冇事咯。系啊，咁但系如果我上去嘅，我就一定要带花。哦，咁我就可能要系啦。如果我真要上一上楼嘅话，但系其实佢话最好都系唔好。如果我嘅朋友建议你系咯，如果佢呃你，佢其实呃翻你翻去，佢谂住咁样讲，你就真系会攞花翻去。佢呃你翻去，真系要搵多啲带多啲唔知乜鬼符啊，奶奶奶奶奶，哎呀，哇，我有一样嘢咧。是中了招的、就是什么呢，很多朋友知道见我有灵异，哎呀我帮你找你师傅求什么符、我都不知道行不行的，你觉得呢、不要去了、拿下来给你闪啦，不要搞那么多东西啦、我经常都讲过一个故事给大家听，有很多人呢就不知道自己有个佛牌，跟住濑咗嘢啦，咁嗰啲师傅睇，喂，你有个佛牌你未处理咁样嘅，你咩呢样嘢我都试过，但系咧就系好耐啊，嗰阵时系咩年代咧？嗰阵时佛牌你系唔记得咗，定系屋企人摄咗喺度？系我呢个好长篇，我做 D100嗰阵时候噶，嗱，因为咧我成日有嘉宾有分享呢样嘢，我已经心谂啦，我其实都有呢样嘢，但我真系谂极都唔明。有一期咧运滞定唔知乜鬼嘢嘅，咁就系都有人同我讲，喂你自己有你有个牌仔啊，系但系唔系佛牌嚟嘅，系嗰啲系，因为佢真系一个牌入边系有个佛，但佢唔系特登去求嘅佛牌啦。总之你都有个牌，你揾下啦，即系急 call 你啊，系啦，即系因为呢啲咧你都要尊敬佢，咁我就都唔知咩事，冇嘢。咁我嗰期咧就身体差啲嘅，但系咧打后又嗰一排我又冇乜嘢啦，咁啊运气又好好啦，样样嘢都 OK 啦，冇嘢。咁啊好啦，我一直都系呢样嘢，我都有记喺心里边，我就开始有少少谂啦。咦，我好多听众啊，或者好多人咧都发生过呢个 case， 其实呢个 case 系咪乱咁吹撞嘅咧？即系人一食物一食，梗系有买过几个呢啲嘢啦。咁我真系冇买过啊嘛。神奇在咧，就系无啦啦咧，居然咧，阿妈喺保险箱攞翻样嘢翻嚟咧。喂，呢个系你嘅，我话唔系，我唔系我噶，妈妈你嘅，你系咪泰国旅行买噶？黐线啦，唔系佢嘅，话系我嘅。咁就系一个咧好旧嘅金框嘅，但唔系真金嚟嘅，佢只系金属啫。就有一个牌仔入边咧，系用沙咧打咗一个佛嘅形象嘅嘢。
我完全是拗晒头想不起我怎样得回来的这件事。我想不起这件事是哪里来的和怎样得回来。我几时有样这样的事，因为我以前呢就做过很多。完全想不起它的来源。是的，因为我以前做过很多呢model 啊、硬照广告啊、模特儿广告。有阵时除了他们给我的人工之外呢，都会送回两件那些叫纪念品给我。譬如我做过一个珠宝广告的模特儿，他们即除了我的人工之外呢，就送了一个小小的肉那些肉嘴给我的。其实就不是很值钱的东西，但是留个纪念。这些我通常送给阿妈，不知道劈了哪样，即不是衰的，我都很珍惜的，我送给阿妈。但是呢这件事呢，我想来想去都想不到是什么来的。跟住我就嘔咗嘴，原来我都有啲咁嘅嘢，即系真个坚噶，系有呢样嘢。但系我想当年就心谂，系咪吹噶？系咪呃我噶？原来我都发生过呢样嘢。咁但系咧，我依家攞翻嚟，我唔知点样处置佢嘅。我都想去，即系我自己会问下，会咁呢样嘢有冇嘢？但系因为鉴于咧，我后屘又冇咗嘢咧，因为我前世催眠清咗嘢之后咧，我就运口好啦。咁所以我就觉得佢唔係咁急切咯，但我依家攞翻嚟我就拗曬頭啦，點嚟啊？點搞咧？咁樣係啦，我都會去問咯。但原來我都有呢啲嘢啊，所以好神奇。即係如果人哋同你講咧，即係抄到籠底，你都要抄翻出嚟啊！真係有可能有噶。因為咧有啲咁嘅情況嗱，呢個就唔知點解你會揾到啦。但原來我哋有一啲朋友嘅經歷就係佢租咗間屋，佢好運滯，之後咧就有啲咩塔羅啊、占卜啊，我唔知佢用咩方法去問去做一啲占卜啦，就咦你應該有一個佛牌喎，要處理喎。咁重要咧就係佢真係冇佛牌嘅，原來就係佢間租嗰間屋，佢話仲係你租嗰間屋入邊。咁真係唔係佢喎，佢仲要睇到話應該係某啲櫃桶嘅罅度攝住咗。咁原來係如果你上一手嘅租客或者係業主漏咗喺你間屋，唔知攝咗邊條 sofa 啦，或者櫃啦，或者邊個櫃桶仔咧，其實原來都會對住嗰個人會影響到咯。我求到出嚟，我點得翻嚟啦？係，咁咧我直接解簽師啦。呢個係第五十簽，咁啊中吉簽嚟嘅，應該係咧佢解咧就係當時一個叫五子歲嘅人咧被楚王追殺。咁啊以我嘅情況嚟講咧，就應該咧我曾幾何時咧就運氣唔係幾好。咁啊，幸時逃到去吳國啊，呢、這個就即係可能係嗰陣時候咧遇到有貴人啦，因為呢度係有貴人相助，困難重重啦，一夜白頭有貴人相助。應該嗰陣時候咧，我再後生啲，再靚妹啲，咁就應該係有啲運滯，就曾經應該係有好朋友咧送過俾我，但我咧就唔識處理佢，我就太珍而重之啦，就擺咗喺保險箱 N 個年，咁樣咧就唔記得咗。凡事平穩無妨礙，他說空中有吉的，的確是啊，你其實人生沒什麼大鑊事，一時間而已，是不是？你覺得運滯會運會好的嘛，所以呢就應該對我呢沒什麼影響，是啦，這件事是啦，病求醫亦無憂，即是小事啦，這些即是這樣呢就是宅修福啊，槍揭口啦，即是不是啲大災大難嘅嘢，亦都係中吉簽，所以呢樣嘢咧對我影響唔大，所以嗰個人同我講啦，你都有噶，係啊，咁所以我心諗擺一邊啦，就係咁，即係呢啲嘢人一人同你講咧，記得啊，籠底啊，唔關自己屋企事啊，屋企人嘅屋企都慘，係咯，即係唔關你事都。即係呢啲嘢真係嚇殃及池魚嘅，有時即係唔係你自己擺低嘅都會有影響嘅。係啦，喂，今日你帶咗台灣嘅 topic 上嚟喎，我哋有相添係嘛？係啊係啊係啊，我哋睇下相先。係啦，咩嚟嘅咧？咁呢度咧係基隆，咁我就介紹下呢個基隆鬼屋咧，係台灣四大鬼屋之一，無論係四大鬼屋、十大鬼屋，佢都會入圍嘅，佢就被譽為台灣四大鬼屋之首。死啦！我咧見到你咧，成日想講爛嘅，我要控制住我情緒。你爛啦 ，OK 啊？基隆。咁其實佢以前係叫雞隆嘅，原來佢以前古代，因為佢一個好豆腐潤、好細嘅地方，咁就似雞隆咁細，講雞隆，咁就叫咗做基隆嘅，後尾。咁所以係搞笑嘅，佢本身都係搞笑嘅。咁基隆呢個地方咧，咁係距離台北咧，其實就好近嘅，係台北隔離嘅啫。咁大概咧，我搭巴士有時去台灣嘅市中心啦，市政府大樓搭巴士去到基隆呢個位落車嘅時候咧，都係二十唔塞車20分鐘。嗯，係啦。
咁好近啫。係啦，好近啫。咁有時夜晚咧，譬如公路比較即係翻出去多人嘅時候，都係半個鐘，有時塞車一個鐘啦，咁唔計啦。咁就好近，因為我朋友住基隆嘅，咁我就會成日去啦，去得好密嘅一個地方咁樣啦。咁我係啦，咁呢一個咧，你去基隆，你去基隆就不得不會唔係你唔想。不是你特登要經過，是一定會經過，因為它是在正最繁華那個位置的十字路口的。那就很神奇了，它猛在什麼呢？如果是荒山野嶺有間鬼屋呢，就不太出奇。但它在正那麼旺的鬧市吵到這樣，它都還是，它都還是有這麼多靈異事發生呢，就突顯了它們猛的程度了。因为真的很居水马龙的那条龙，真是全个基隆最旺的那个十字路口来的。即是等于我们的旺角那个最多人的那个路口这样的。旺角中心那条路。是啊，那些这跨即是直接那个程度的。最重要呢，兜住一个叫做什么呢，它隔离大家叫蓝色的位置，其实是一条高速公路的尾段落返车。通常来讲火烧旺地应该很洋气。是啦，那就。所以我想是就是它的猛之處，你就是那麼旺的地方都還有那麼多人在這個地方見過啦，或者遇過靈異事件啦，所以其實它就是叫做四大鬼屋之首。其實呢，這個是一個歷史建築物來的，你見全部都已經起了新樓，它就好像保育文物一樣，古代文物是啦，但是就很殘很舊，甚至乎政府想保育想裝修一下呢都是不成功的。當然啦，它每當有人想修葺的時候，第一次呢想修葺的時候呢，其實個工人呢就已經是第一日開工已經有一個工人是離奇身亡了。即第一日開工已經不吉利了。是啦，咁當然他每隔幾年呢或者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人想去重建這裡，或者是想修葺這裡，甚至租這裡，永遠都不會成功。因為每一個以前就算是租客去租呢，都會工程開始的時候呢就會有人出事的，咁重要是不是小事咯，已經是大概兩至三個一啲裝修工人呢是葬身於這個鬼屋的了，所以其實真的很邪很恐怖。另外有一個就比較輕輕一點的，就是本來政府在大概20年前就想重建這裡，那他們的吊臂呢是全日都是壞的，即係總之係離奇壞咗啦，即係總之整唔到啦，係啦，整唔到啦。咁樣呢個已經係最輕劇啦。咁亦都曾經有人試過夜探鬼屋，就話阿屯書道話我哋如果你我哋喺呢間鬼屋度瞓一晚，我就俾幾多錢你咁樣玩啲，即係好多僆仔中意玩啲嘢噶嘛。咁咧就係有個僆仔就去入去上面瞓，咁就我揾個睡袋笠住自己，咁我坐揾啲嘢包住自己，我咪瞓咯，瞓醒咪冇嘢咯。第二朝佢擘大嘅時候，佢喺條馬路度嘅，俾人搬。一擘大眼嘅時候，佢喺正樓下嗰個十字路口個馬路度嘅。嚇！好彩冇車啊，朝頭早嘅時間係嘛？如果未死，即係可能一有車嚟咁樣，佢聽到車聲咁樣咯，碌死佢咯。咁同埋好多。是啦，很多怪事發生過啦，例如就是很多人會夜晚話在這個爛鬼這個叫做鬼樓的入面呢，其實會有些綠色的人影飄過啦，又試過很大班人很喧鬧咁啦。咁譬如我講一下這個歷史，大家會可能會明白多少少。咁呢佢咧就係喺1940年嘅時候，即係大概係啦，大概1940年左右建成嘅。咁係一個有錢人就起咗個洋樓咁樣，好威嗰陣時起呢啲咁樣嘅東洋式，因為佢係集合咗東洋日本嘅風格，同埋即係仲係日治時代嘅起嘅時候，再加上西洋嘅風格，其實好有錢人先會起呢啲屋啦。咁咧初初咧都冇乜嘢嘅，咁就頭嗰幾年仲係好有藝術氣質，因為係一個好出名嘅畫家租咗我嚟做畫室嘅，佢係一個好有錢人租啦，跟住租咗俾起咗啦，跟住俾自己嘅好朋友咁樣，係一個藝術家咁樣咧。嗰幾年咧，其實最係呢、這個最鼎盛時期嚟嘅，係呢、這個這個叫做吳開群洋樓啊。佢以前叫吳開群，就係起呢棟樓嗰個有錢佬。咁當初咧就係會聚集咗班藝術家喺度畫畫，好似阿 Jamming 咁樣咧，就喺度飲下嘢啊，畫下畫啊，藝術聚會嘅，咁好高尚嘅。咁至於呢個人搬租咗三年啫，咁佢搬走咗之後咧，佢就下一手嘅租客咧就係做酒吧。
在他的二楼那里呢，就是地下就是地铺啦，咁样上要上一层，咁就是当时就是我来做酒吧的。咁为什么会做酒吧呢？因为其实那里的隔离呢，其实是海边的，是真的。咁那基隆呢，基隆港呢，其实当时很多美军会是因为有个港口，其实那些美军啊军舰可以停在那里。咁当时呢，这个地方就好像我们的湾仔咁啦。呢條街咧就好似我哋灣仔咁，係好多美軍啦、水兵啦，即係外國嘅人啦，咁喺度飲嘢食嘢嘅紅，有啲當紅燈區，似紅燈區咁樣啦。附近有少少有啲咁嘅鋪頭，而呢度咧當時咧就叫美琪酒吧，咁就好多聚集咗好多老外啦，同埋一啲酒吧女郎。咁當時嘅酒吧女郎咧就已經係等於一啲提供性服務嘅。女性啦，咁所以咧，其實係嗰度係紙醉金迷啦，酒色財氣啦咁樣嘅地方嚟嘅。咁話説咧，呢件事之所以由一個酒吧演變成今日嘅鬼屋咧，就係1950年代、1950年代嘅時候咧，就有一個叫做酒吧女郎咧，就叫娜娜，同我哋屯門公園一樣。阿娜娜姐咧就係紅袍阿姑嚟嘅。即系咧，香港嘅娜娜咧就系、是做阿伯生意嘅，呢、這个娜娜好有志气嘅，去做美国佬生意嘅，美国嘅海军嘅生意嘅，咁佢就中国际化嘅，系啦，国际化应该识几句英文，如果我冇估错，因为点样吓，点样去沟通咧咁样，咁佢当时咧就系、是、同一个佢恋上咗佢一个客人啊，咁嗰阵时一个好大高大靓仔嘅美军嘅。兵大哥啦，就好中意去呢个酒吧，而佢嗰酒吧，佢就系呢个酒吧嘅陪酒女，佢哋就发生咗感情啦。咁系阿娜娜咧就当正佢系男朋友咁样，真系真心系迷恋咗佢嘅。而嗰个兵大哥咧，咁应该系逢场作兴嘅啫。咁到一段日子之后咧，阿娜娜就有咗 B B， 咁就同阿兵哥讲。你要負責任，你翻美國嘅時候，我要跟你翻去。我諗佢英文好好喎，負責任呢個字，負責任好難嘅對當時嚟講。Take the responsibility 係啦，係。Kenny Notolo，Kenny Notolo 係啦，做埋翻譯好。咁咧，佢就話佢諗住跟佢翻美國，佢就係好。其實以前嗰啲咧，無論夜場嘅女子，其實都係好渴望愛同埋好單純。係。咁佢就話我要跟你翻美國。咁咧，點知咧嗰個鬼佬咧，唔單止唔負責任，仲係笑佢，即係笑嘟佢啦。你唔係認真啊嘛？我同你玩下嘅啫，你唔係玩咁大啊？即係你有咗關唔關我事先？有冇即係你有咗關我事都未知啦。咁其實咧，佢阿娜娜係好傷心，佢唔單止感情受好大嘅創傷，佢仲覺得受到羞辱。咁佢就展開咗佢就好衝動咁樣咧，就復仇計劃啦。佢就係有一晚喺星期六晚，仲肯定係星期六晚啦嚇。時間點好重要。咁喺星期六晚最多人嘅時候咧，佢咧就如常咁翻工。嗰兵大哥又係繼續攬住攬住幾條女入嚟嘅時候咧，佢就一支咁樣嗰啲叫咩電油淋佢身，跟住隨手以前五十年代咧，啲台面都仲係會有蠟燭噶嚇，都仲係啲夜場仲興咩？點知蠟燭喺度，佢就一嘢隨手就抌支蠟燭，抌支蠟燭落去，佢就成個人燒著咗。但係呢個大哥燒著咗，係啦，但係個火勢咧係一發不可收拾，因為當時五十年代好多木傢俬啊，咁同埋附近亦都好多蠟燭，每張台都有蠟燭啊嘛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個火勢一發不可收拾，好多人走避不切，係死咗幾十人嘅嗰次。咁就係、是、攬炒，係啊，恐怖一啊，毛管洞，咁係個攬炒事件簿啦。咁就係自此之後咧，就成為咗鬼屋啦。咁點解話星期六晚咁重要呢？星期點解冇好？但呢件事過咗咁耐，大家都記得係星期六晚呢，因為逢星期六晚某個時間係最容易喺呢個基隆鬼樓度，大家會睇到靈異事件嘅，因為好多人好、哦、多人睇到。话濑嘢咧，发现都系星期六晚嚟嘅，冇错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实即系话咁，嗱，即系阿 Q 精神，咁即系一至五同埋星期日就比较安全啦。系喎，嗱，咁呢个故事系未完嘅，咁我哋 part two 翻嚟继续讲翻阿基隆、阿芝龙，咁有咩继续古灵精怪嘢？